是谁杀了小光？就那开网约车那光头。下车吧。复仇。耿总。耿总。得到的却是难以接受的真相。小光的，你儿子确实不是我们杀的。直面自己的罪罚。等一下，赵叔，他的死是因为我。 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小伙子，别为难人家。刚接到的群众报警，在这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这是一具男尸，尸体上有把刀。这人你见过吗？这是我儿子，好几天都没回家了。 我去自首。你去自首，那我就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了，知道吗？那警察根本就靠不住，那老王他们都是老邻居了。看来我得自己动手了。我只想知道，是谁。 杀了我的儿子，你就杀了我，杀了我之后，放了他们。大姐，来两根笔啊！加上加肠上啊！干哈呢？什么呀？你说打开的车你？你喊什么？你说给我下来！我操你！哎，别碰我！你他妈不是啊？怎么了？ 警察上场。我上。刀子买掉了，让你找那娘们儿，你找着了吗？没有，我找着了。咱上给他的板凳留下来一封信，说是要有点事情出去办，暂时不能上学了。 珊珊，我马上就过去。赶紧打听个事儿，八号的殷警死亡案，您说是不是给厂里抹黑了？这个老企业啊，人多事多，死亡案我倒不是很清楚。我爸杀人了，前几天死的那个就是我爸杀的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珊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看来我得自己动手了。 算了，本来我想等着珊珊考上高中以后。
是自己作孽。你怎么想的？你家不要了，那么好一女儿你也不要了？你让人家在背后吃脊梁骨，说你是杀人犯，说你是杀人犯。那也比给自己女儿指着我的后脊梁说他父亲是个杀人犯强吧？这珊珊不是还小，她还不懂事儿。起来，小兄弟，你快跑吧！快跑吧！老侯，你糊涂吗？你行，你行。最自私的就是你。在他乡打拼的我们，或许最多只能把一年可能只有一次的回家机会留到春节。中秋这个象征团圆的节日，总是被我们有意无意的遗忘。小二，这里是中秋特别节目，我是你们的新朋友。我有事儿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什么？他妈疯了吧他？你这样啊，等我马上就到。对，等我马上就到。他妈疯了！老叔，老黄，来了。这是我女朋友林晓。叔叔你好，这是你女朋友？啊，是不是？姑娘，面来了。正有事啊，叔叔，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对，哦，没有。你他妈疯了啊！你去自首了，黄头，你去自首，我们他妈怎么办啊？刚子，别在这儿，我他妈等什么等啊？我再他妈等，我就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了，知道吗？啊！
谁把他带来的？啊？我说谁把他带来的？刚子，这是鸿飞的女朋友。你们。英雄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。行，正好啊，自首是吧？老黄，自首，咱把这娘们带着啊，到时候让他给咱们做个证。说实话，老黄啊，你也属于正当防卫，到时候我们也给你做个证人，好不好？什么正当防卫啊？那刀你没握在手上啊？啥意思啊？你是说人是我杀的？那也是你捅的吧？老黄，你给评评理啊！你给评评理，那天那个人是不是冲着你来的？啊？刀是不是在你手上？我是不是替你解的围？放屁！你少给自己戴高帽子！你他妈和谁说话呢？啊！你是什么货色，我心里最清楚。啊！你这里就他妈属你心术不正，知道吗？啊！我怎么心术不正了？你他妈跟谁动手呢？还啊！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居然他妈还我死了啊！这两天。别说我捅行不行？啊！我捅他行不行？都走，都走，你也走，都走，走，都走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姑娘，别害怕，我就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这个人儿，你认识吗？
好好看看，也没准儿想着想着就想起来了，也不一定。想起什么就赶紧说，有时候这话人听得懂，倒可听不懂。任天大桥下面地下头，没事，死不了。走，走，走，赶紧走。林星不见了啊，他去没去你那儿啊？他能去哪儿呢？哎呀，你别瞎说，林星根本就不是那种人，他东西都没拿，他能去哪儿呢？就这么一走了之了。哎，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你这是怎么伤的？三轮车翻了，我整个摔在一个大石头上。你以后啊，小心一点。哎，挺香。张叔叔，这个真好吃，这个叫什么？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，扁粉菜。这儿的人都不太爱吃。这个这么好吃，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吃啊？他们说油太大了，不健康。有句俗话呀，是说，要想死得快，就吃扁粉菜。说的就是这个。还有这个说的。
要想死得快，就吃扁粉菜。那是到了他该死的时候了。你把他怎么样了？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好吧？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要你好看！就在你面前，自己绑上。我凭什么绑？我傻呀？凭林晓，你弄我一个女人，你算不算老爷们儿？行行行，我绑上。你儿子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，要杀要剐随你便。告诉我。是谁杀了小光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凭这个！好，我说，就是那开网约车那光头。啊！到了啊，下车吧。到了，带好东西，下车。水是
家乡美，月是故乡明。每到中秋的时候，都是远离家乡的游子面对故乡、集体想家的时候。所以今夜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，电视机前的您，又把相思赋予了谁呢？我们有请好妹妹庚子霍尊为我们带来《相思赋予谁》。庚子。你为什么要说刚子是杀人凶手？你看看你那面有没有能把绳子解开的东西。我问你话，你为什么说是刚子？不是，那人本来就不是我们杀的，那刚子体格子壮，是不是？没准人家姓赵的拧不过刚子，这事儿没准就说开了呢。你的意思，那个人没有被杀死？据我在外面混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那刀插在肚子上又没有拔出来，应该不会出人命。所以你知道他怎么死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。是你杀的？我没有杀的，是他自己掉下去的。刚刚在燕京山庄发生了一起盗窃案，民警在监控视频里面发现了林晓和鸿飞，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林晓是被鸿飞绑架了，那凶手就一定是鸿飞。好，马上拘捕鸿飞。
家，还有孩子。我老头子一个半截入土了。老黄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可是我媳妇儿孩子都不要我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女儿还小，你照顾好她。看来我只能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了。你说话，爸爸，说什么？你安静点啊。珊珊不怕。还记得爸爸经常给你朗诵的那首诗吗？老黄，老黄，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难过。悲伤的日子更要坚强，相信吧，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会过去，过去了的将会成为亲切的怀疑。别他妈叨叨了！你们两个看来都想死，个狗子阿仲，你儿子就他妈应该死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！等一下，赵叔，你儿子确实不是我们杀的，但是。他的死是因为我。这个老东西，我都告诉你了，少管闲事，少吃屁。你真以为是贞洁烈女啊？来来。来来来，听主啊，往这儿扎来，往这儿扎，来来来，扎呀，来往这儿扎，这儿这儿也行，来，这儿这儿这儿一下子就完了，来来我拿你手来来扎，你别逼我，扎，别逼我，差不多得了，哥们儿啊，都不容易。没事吧？哎，小妹子，说句话呀，哥们。就是这样，我刚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掉下去了。你不信的话，他的手链还在我手上。
况。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呀？小伙子，别为难人家。刚接到的群众报警，在这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这是一具男尸，尸体上有把刀。这人你见过吗？这是我儿子，好几天都没回家了。我去自首，你去自首，我就被你们害得家破人亡了，知道吗？那警察根本就靠不住，那老王他们都是老邻居了。看来我得自己动手了。执法人员上场。哎，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看见了吗？你看看，打的我们店门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？你说我这怎么做生意啊？这是打架的地方。赵武为了找出真凶，先后设计将珊珊、林晓、鸿飞等人捆绑起来，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做法，涉嫌了非法拘禁罪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，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；具有殴打、侮辱情节的，从重处罚。在故事中，我们看到老黄因为见义勇为与赵晓光产生冲突，受到伤害。在两人发生冲突的整个过程中，赵晓光故意伤害在先，老黄持刀的行为没有向前伤人的趋势和故意伤害的意图，一直在后退，属于正当防卫。而司机刚子是出于劝架的意图，想调解二者之间的矛盾，但因为鸿飞想趁乱偷取金链子，行窃过程中意外被绊，导致身体失衡，将老黄和刚子手中的刀推进了赵晓光身体，致使赵晓光受伤，属于意外事件，老黄和刚子不负刑事责任。而后鸿飞继续尾随赵晓光，抢夺赵晓光手腕上金链子的行为涉嫌了抢夺罪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7条，抢夺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抢夺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。老黄、刚子、鸿飞因在夜宵摊上发生的意外，从此三人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交集，他们对赵晓光受伤抱着侥幸心理，没有在当下进行及时的救助，从而导致了后面一系列事件的发生。而在得知赵晓光死亡后，虽然老黄认为自己难辞其咎，但生活的重担让他迟迟没有站出来。网约司机刚子与鸿飞也因为各自的情感生活不断退缩，没有站出来澄清事实真相，相互的推诿让事件持续发酵。他们三人不仅险些让自己丧命，老黄、鸿飞也因为自己的懦弱与逃避，将自己所爱之人置于危险的境地当中。但逃避永远不可能让人得到解脱，最终当他们真正直面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时，才真正得以从心底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。而赵武为了查出杀害儿子赵晓光的真凶，采取偏执、极端且不顾后果的方式进行所谓的复仇、僭越法律，最终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